哎呀，妹啊，你在这干啥呢你？这铁锹土太多了。你瞅瞅你一天干的这是啥？你瞅瞅你跟你一块玩大的小花，人家小孩都幼儿园要毕业了，你说你一天舞刀弄枪的，你什么时候能找个对象？不是哥，你看我今年才32，你呢？我、哦、行，快别说这些没用的了，哥给你想了个招。啥招啊？咱们都说男人一定要找一个度量大。哦，咱们通过这个吃饺子去看看，找一个度量大的，咱们行吗？行吗？走。免费吃饺子了啊！免费吃饺子，免费吃饺子嘞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免费吃饺子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免费吃饺子嘞！哦，美女。啊，饺子免费吃啊？对，饺子免费吃，能吃多少给你吃多少，吃的越多越好。哦，你说真的，真的免费？免费。给我拿上，我要吃点。行，我帮你数着啊。一，这饺子你包的呀？啊，不赖。看着五大三粗的个小姑娘，心灵手巧的嘛。三。四。五。98。99。咋了，99？还差得远呢。你赶紧给我再上点。行。妈呀，这么能吃，这不就是我的白马王子吗？哎呀，怎么这么快？我哥这办法可真好啊。来。谢谢啊。哎，这是干啥呢？这是卖饺子呢。免费吃饺子，我跟你说啊，他都吃了135个了。135个，这啥数字啊？这么个小数字，哎，来，你要挑战，拿筷子来。难道你比他吃的都多？135啊，还不够我垫底呢。年轻人，吹牛。不是，这是几个了？太慢了。不是，你这都已经超过他了，你都153个了。哈，垫底我还能吃。那你吃呗。154。155。你谁吗你？156。157。我吃不下了。吃不下你走呗。赶紧走啊。就是。158。159。160。哎，我也吃差不多了，走了啊。那个，要不你把我带上呗，我天天给你煮饺子吃，怎么样？带你干啥呀？你就带上我呗。不是，早知道要带你，我就不吃了。撒开！啥玩意儿？哎，我的白马丸子啊！这该死的女朋友，我还以为她是叫我出来灌鞋呢。哦，
谁曾想让我答这么一道数学？哎，幸亏我是高数优等生，还说答对了就跟我出去玩，小样儿。这还不简单？小意思，这不就等于个零吗？真是的。这今儿好不容易出来说买杯奶茶吧，这该死的店员还把我给轰出来，说什么只能在外卖平台点餐。我照做，我就在外卖上点了一杯奶茶。这不，他也得在这儿等，等一会儿才能进去拿。先生，请稍等啊。就从这儿到里边拿杯奶茶递到我的手中，连5米的距离都没有，要老子他妈8块钱配送费。连5米的距离都没有，要老子他妈8块钱配送费。我也他妈累了。哎呀，好不容易出来溜达溜达，买个菜。哎，站住！干啥？进门条呢？站住！又咋了？这是昨天的，今天的呢 ？Oh no！ 来，这是今天的。有朋自远方来，想跟我对暗号。幸亏我背熟了。碧珠之，你不是我们本小区的，说干啥呢你？我就住这儿，我下楼买个菜溜达溜达。再说了，这小区暗号一天换3次，我能记得住啊？好，对，今早刚换了啊。那我能回来吗？能。再住住住，暗号改成啥？你给我的干掉！欢迎来到智能机器人 ATM 机，欢迎来到智能机器人 ATM 机，欢迎来到智能机器人 ATM 机，欢迎来到智能机器人 ATM 机。你好。哎呀 ，ATM 自动取款机是吧？是的，你好。卡已被偷，不好意思。这咋还偷卡呢？再试试。卡已被偷，不好意思。你偷我卡干啥呀？别打我。我就不信了你。卡已被偷，不好意思。不是。被吞，不好意思。偷我卡干啥呀？卡已被吞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这！啊啊啊！卡住了，卡住了，卡住了！卡不卡住？你把钱给我呀！卡住了，啤酒，啤酒，啤酒，卡住了。喝啤酒啊？本子啊？Thank you.
钱呢。我还要呢，你等啊你。还要呢，来，你喝够没呀？这都最后一瓶了。行行，别喝了，赶紧给我钱。看你都喝多少了。哇，就一百呢，应酬二百，使出一百，因为我没喝够。Oh no！ 这坑人的玩意儿，幸亏没坑了我多少，坑人的玩意儿。